外野方向的飞球，洪伟汉追到了红土区接杀出局。所以李伟成顺利的抓到了第一个出局数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所以最后关头还是选择用快速球啊。这球送到了二垒方向，吴东荣接到之后传给龙德利，两出局。两出局，轮到第二棒的董子恩打第一球，三垒方向刘基宏接到了传一垒，李伟成在这场比赛演出了一个三上三下，很有机会拿下中继成功。